法治剧场每周五晚6:05上演扣人心弦的法治故事，持续关注三盟与法，解读法律，解剖人生。小偷别跑！荒谬的合约，丢失的保障，有这么严重吗？当遭遇情变，当危险降临，咱俩朋友白做了，不赚了就。一场意外之后，是什么让他悔恨终身？我现在出了事儿，在厂里边连管我都不管。江村法治剧场，每周五晚6:05，上演扣人心弦的法治故事。持续关注三盟与法，解读法律，解剖人生。关注农民与法，这里是乡村法治剧场。大家好，我是案例讲述人王鑫。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五一制作的劳动法案例。据国家统计局抽样的调查结果显示啊，2013年全国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总量为1亿6000万人。那么，如此庞大的群体应该如何保证自己的合法权益？让我们带着疑问，跟着今天的故事，走进一家封闭管理的工厂，去看看那发生了什么。换个地方干吧，我不想整天这么偷偷摸摸的。我知道，等咱们再干2年，咱们还得回家结婚，咱们就扣两个大棚，以后再也不出来打工了，好吧？是。小偷别跑！开封，站住！站住！开封，你要追了！小偷，别跑！站住！谁？谁呀？我于小静，你在这儿？有人偷东西，快抓！谁呀？抓小偷！站住！于小静，啊，你还不说实话吗？你信不信？现在我就把你送到派出所去，啊！大哥，怎么着？我听说厂里进小偷了，没事吧？没事，过一会儿就好了。你跑哪去了？我呀，不是老乡聚会吗？这你打电话，我赶紧回来了。他厂子进小偷的时候，他就在车间门口，门还开着呢。于小静，啊，你现在严冬也到场了，你还有什么话说吗？啊，于小静，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上个月我们厂里边那个缝纫机头是不是你们偷的？啊，你告诉我，那小偷叫什么名？你们什么关系？范总，我真不认识那人。不认识是吧？好，那我又问回来了。你大半夜不睡觉跑车间干啥去了？你怎么进去的？那个不是你，闭嘴吧你！你也闭嘴！说呀、啊，你不是说你钱包丢了，到车间去找钱包吗？还是严冬给你开的门？现在严冬来了，你咋不吱声了呢？啊？我啊是我给他开的门，我就应该等他找完钱包我再走。啊，你的意思就是说小偷来了，他正好没看见呗？
看见又能怎么着啊？你说这黑灯瞎火的，一小姑娘，搁我躲还来不及呢。那小偷都走了，你怎么不喊人呢？这吓蒙了呗。那你钱包呢？肯定没找着呗。那你哎，范总，我觉得吧，他又不是傻子，你说小偷来了，他能站着等着被抓呀？我怎么发现哪都有你事儿呢？啊？不是，我就是觉得呀，于小静不是那样人。你行了，严冬，我知道你们平时走得近，但是厂里的规矩你都记着吧，啊，你就别护着了。我提醒你啊，别过线儿了，要不然可不是我不留你。哎，是是是。那个，回头你把这钥匙给我吧，你别拿着，走走走。怎么了？你去啊，给那个上个月那个调查咱们厂里头那个缝纫机头那警察打个电话，你就说那个咱们厂里头偷设备的小偷抓着一个，让他过来领人，快去！哎，别！范总，这大晚上的。把这女孩带警察局多难看呐。再说了，这于小静明天还上班呢，咱工厂刚接一大活，这都赶工呢，这别耽误事儿嘛。我跟你说吧，这警察抓贼要抓赃，你说现在什么证据都没有，就算你把警察叫来了，那也不可能带他走啊，是不是？我跟你们说啊，都听着啊。行了行了，你先坐下。我跟你们说啊，不是我往人身上赖，一台缝纫机头啊，2000多块钱不说，关键是跟着机头所有的员工全在休息。礼拜里我损失多少钱你们知道吗？啊，所以这事儿就得严查。范总，我们在这都有押金呢，谁也不能撂挑就走人吧。这于小静如果真是这小偷，这早晚都能查出来。这如果真查出来是他，到时候再处理也不晚呗。啊！哎，我放给你打回来了，再给你请完了。行了，别动了。啊！咋样啊？还疼啊？还恶心吗？韩凡。不行，上医院吧，踏实。没事，这都已经好多了。虽然说有点肿，但是上厕所啥的还不耽误，扛两天就过去了。我就想啊，你说咱们这要上医院，这拍片儿拿照相的，钱也不少花，不是？怕啥呀？哎，这厂里不给他上保险了吗？能报销的。哎呦，我这算了算了。咱那个地方我也不好意思跟别人说呀。你看你，人家医院专门有看这儿毛病的大夫。我知道，我估计我吃点那消炎药就能好。你说，咱那时候有病的时候，那不都是吃消炎药就过去吗？头疼脑热的，停一停就行了。要实在不行，我得去医院啊。哎，严总，那个，谢谢你帮小静说话啊。哎呀，把你车间主管的差事给丢了。哎，丢就丢了。不就每月少挣50块钱吗？我这还不用起早开门去呢。赶紧吃饭吧，啊！好嘞，啊！哎呦！你咋还搁这玩呢？赶紧，该轮到你站岗了。哎，后来的事咋说了？于小静回车间了。不是说他，范总。没提安装监控设备的事吗？他呀，啊，他那么能算计的一个人，这厂里不揪个7次8次的，他能出份一份钱吗？他说了，他有招，整的神经兮兮的啊。可我就觉得吧，这小偷绝对是咱厂里的人，你说呢？不知道，还玩上牌了，这让领导看着怎么说我？啊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的。
不是厂里不让员工谈恋爱有这规定，那谁不会委屈你的？哎，早知道这样，我就不应该让他去追小程，就我们俩悄悄走就得了。嗯，话不能这么说，这潘峰追小曹没错，搁谁谁都得追。先不说这个了，你呢？你跟你那老乡怎么样了？他呀，还行，对我倒改变挺多的。是吗？嗯，跟你说，这电话号码都换了好几回了。快吃吧，跟你说啊，这事儿甭想了，多吃点。范总，这是我这两天吃消炎药的钱，你看厂里边能不能帮我报一下？谢谢啊。谢谢班长。还有事儿？是，班长啊，我这两天吧，虽然说吃完这个消炎药之后，不怎么疼了，但是它还有点硬啊，而且还有点紫色的块儿。我想，我去医院能不能具体查一查？啊，那你去吧，想去就去吧。啊，赶紧去吧。是啊，哎，范总，那您看，就是我去医院的这块费用，您看能不能？二凤，哎，按正理呢，你这批医药费啊，厂里边可以不管，对吧？但是你了解我，我这个人心软，热心肠，是不是？是。所以说这次签字呢，我就给你包。但是啊，咱们厂里不容易，对吧？潘峰啊，别太往坏处想啊，一个小意外，估计啊没啥大事啊。那个还有，以后上医院呢，别老什么都听他们大夫，有的时候啊，他们就是在吓唬你啊，没事。哎呀，这个严冬啊，要不是厂里边规定不让处对象，他俩早好一块儿去。你看，你看那于小静，有说有笑，好像自己没事人似的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哎，哎，挂什么科？挂什么？有医保卡吗？那个，对不起，我是自费。叫什么名？啊，潘峰。发信息给你说了吗？没事儿。严冬远说让我不用着急，我还以为他是故意宽我心呢。潘芳，厂里人真把我当小偷了，你都不知道他们看我的眼神是啥呀，我真待不下去了。你再忍一忍吧。忍什么呀，大不了再换个地方干呗。你说的轻松，那你以为找个合适的工作就那么容易啊？那咱不得试试吗？我
不是那个意思。你这样，要走你走行吗？我反正是不走。还有，你以后能不能不跟我说这事儿了？要是这两天没什么事儿，咱俩别见面了。别见！你要是害怕，你当初为什么跟我好呀？哎呀，你别无理取闹了，行不行？我心里边烦，你别说了。还没结婚呢你就烦，潘芳，你到底在乎我吗？我哪儿不在乎你了？那天我被人冤枉，你连气儿都不敢吭一声。要不是严冬替我说好话，我早就被送到派出所了。你就是这么在乎我的呀？你还不如严冬呢。你跟我左一个严冬，右一个严冬。你要是真觉得严冬好，你就找严冬去。潘芳，你还是男人吗？我怎么不是男人了啊？我怎么我就不是男人了我？哎，破裂，那不就砸了一下吗？怎么就破裂了呢？大夫跟我说，我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。你看，这现在都已经是血种感染了。将来我很可能睾丸就慢慢的萎缩了。大夫那边怎么说的？到底啊？大夫跟我说，先让我做一个修复手术，然后再根据结果再进行治疗。可范总，我看大夫那意思，我将来我很可能我那方面我不行了，范总。你能不能别瞎猜啊？大夫，别瞎猜，别瞎猜啊！让我想一想，我想一想。这手术啊，该做还得做。这样，白凤啊，这样，这个月的误工呢，我少给你算两天。你先在厂里边住着，然后呢，手完术回来之后，咱们回厂里回车间看看怎么再说，行吗？不是，范总，你听我说啊，你看我每个月工资我都寄回到家里边了，那你说我治疗这笔费用，厂里边都不应该不管吗？管？怎么管？范总，这可是一大笔费用啊。您看，手术费、治疗费、药费啊，术后的消炎费用、复查的费用，这加起来可就是几万块钱，我哪拿得起呀？范总，您看啊，我是因为追咱们厂里边的小偷才去的，这算是工伤啊，范总。那是工伤的话，厂里边他就应该管我的钱，应该。对呀、啊，我告诉你，潘总，你这么说就没意思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不是我们厂里的保安，你不是保安的话，你自己出去抓的小偷，是不是？到最后小偷还没追着啊！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是你自己自愿的，跟厂里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说，不是范总，我当初来厂里的时候，那不是你跟我说的不上保险吗？不是当初咱要上了医疗保险的话，咱们谁也不用掏这钱吗？哎，我告诉你，派出所啊，当初不上保险可是你自己自愿的。再说，你扪心自问一下，你亏到了吗？我亏你了吗？ 你每个月不是还领钱吗？派出所，这事儿谁都不想发生这种意外，是不是？我也不想。我呀，该做的都做了，我尽力了。这事儿啊，我真帮不了你。再说了，厂里现在一半人以上都没上保险，你以为我这是爱心机构吗？我这不是爱心机构啊。所以说这个口子，海峰，我不能开。你这范总，我既然落下这方面毛病，你能不能不跟别人说？这是肯定的，放心，我不仅不跟别人说，我会尽量帮你想办法啊。吵架了？
情况啊？哎，他不管事，看到没有？啊？吵架了还让我给你拿苹果呢？拿去吧，每个苹果都是他的心，你知道不？哎，不过我跟你说，你俩可把我害惨了，你可不知道。哎，他给我这苹果，这厂里人呢看我。嗯，咋了？没事，吃饭吧。啊？哎，凡凡，乐平想啥呢？没想啥。你不说我也知道。咱们厂啊，是越不让谈恋爱，私下里好的越多。谁跟谁好啊，我都知道。红明，我不想说话，我想静静。哟，我知道你想静静。哟，吃苹果呢？耶，对自己不错呀，啊？别动，是我的。吃个苹果怎么了？也不是抢你媳妇儿。哎，你有病吧？是不是？是不是欠揍？我就是有病，我就不让你吃我苹果。欠揍你啊！我就是欠揍。打你？怎么就不敢打你了？来，别动啊！都是单位的事。他是受伤了，心情不好。受伤？活该他！谁让他都管闲事了？哼。不是你最近咋这么大脾气啊？啊！我就是不想让他吃我苹果，我苹果只让我自己吃，只让我自己吃。谁要苹果啊？我？哎，你就这么厉害呀？啊？哎，我问你，你真不打算跟小石说呀？不知道该怎么说。管咋样，现在先把病治好。我跟你说，花多少钱都无所谓，反正保险公司给兜着呢。哎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当初厂里让上那份保险的时候，我就没上。你说啥？哎呦，我说你真够糊涂的你！什么叫我糊涂？我上那份保险得交厂里边500块钱，我要不上的话，我不但不交钱，厂里还给我补200，这里外里就700呀。哎，可给你上保险，厂里掏的更多，你这丢份保障，你懂吗？我不是不懂吗？我不这是从乡下里出来打的第一份工吗？那不光我没上，那小静也没上啊。而且厂里边没上的员工多了，那不都没出事吗？政府有这项规定，就有他这项规定的道理。哎，当初范兴大爷这么跟我说的，我就没听他的。哎呀，行行行，就算我倒霉。腰疼了，不能再耽误了。这样吧，我这段时间存了6000块钱。一会儿啊，我上银行给你取出来，算也不够的，我想办法给你借吧。哎，那个，你不用借我钱，我这小时候家里边穷，我过不起背债的日子，我不到万不得已不借钱。那现在厂里不管你，你又没上保险，就这么耗着呀？海芬，我跟你说，你再这么耗着你就废了，你知道吗？不行。你这事儿因为厂里写来的，你还找厂里？范总，你这上面说，要是我放弃上保险，这一切出现意外的费用都我自己掏，这……哎，哪能出那么多意外啊？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们厂里边啊，大家伙干的活，它都不是什么危险的活啊。你说谁那么倒霉呀、啊？要出意外？可你刚才不是说，这政府要求用人单位给员工上保险，这咱要是不上，这不违反规定吗？我怕这以后……哎，有什么可怕的？我们厂里边啊，很多人都没上保险。其实我跟你说，上边那规定啊，它就是一个条文，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。然后呢，最关键的是你还能领到一定的补贴。我说呀，就签了，多好。
大鹏，厂里新新人了，你怎么进屋不敲门呢？啊，反正你有什么事儿，回头咱再说啊。你是不是又劝人家别签保险了？我跟你说，当初我就是听他的不上保险，可我现在出了事儿了，他厂里边连管都不管。潘芳，你干嘛呢？啊？有什么事儿咱们回头再说，行不行？你先出去，再出去。不是不是，范总来，你听我把话说完呢。我跟你说，他当初是不是跟你说啊，不会出意外的？即便是出了意外，国家也就给你贴补那点钱啊。再说根本就出不了意外，是不是？而且你是不是还跟人家说了，说这个只要你要不上保险的话，每个月不光不扣你钱，每个月还给你补津贴费，对不对？潘芳，你还有完没完？我还没说完呢。我告诉你，当初我就是听他话了啊，我相信了这些，我没上保险。可现在我出了事之后，他连管都不管。范总，我看这保险我还是上吧。这样，不好意思啊，那个这样，你先到那边的艺术间哈、啊，找冯主任啊，让他把你这个工位安排好。然后呢，关于签保险的事儿，咱们回头再说，好不好？来，你先去。听我一句劝，这个保险一定得上，否则将来出了事后患无穷啊！你，啊，你，潘峰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啊？我告诉你，潘峰，我对得起你，啊，我对得起你，你知不知道？要不是当初我心软的话，你早就被我赶出厂子了，你信不信？这份协议，这份协议当初你也签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啊，到哪去都是我占理，你想给我来横的是吧？不是，马上给我走人。潘总，你先别着急，我刚才我就是有点着急了。白峰，其实我也在一直给你想办法啊。这样，晚上我让孔明去找你。干啥呀？你不是想解决你那个医疗费用的事儿？到时候你就知道。潘峰用你的医保卡，不行，太薄，违法的。你以为我愿意借你呢？还不是范总看我的医保卡没怎么使过，再一看我俩年龄也差不多少，这我才过来的呀。我是冲范总啊。身份证、医保卡啊，都放这儿了，用不用随你？别让范总觉得没帮你。谢谢吧。谢谢。回到你的位置。两颗小妹妹。你好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你好。嗯，你好。报什么科？有医保卡吗？嗯。不用，自费吧。叫什么名？潘峰。哎，没故意不接，我赖账哪板砖排我都行啊！啊，哎呦，哥们儿，我是真着急，没不抓紧呢，真的。我跟你说啊，月初啊，弄了一台缝纫机头，啊，差点挨抓了，现在刚消停啊。你放心吧，你放心啊，放心，我肯定尽快，肯定尽快啊，哎。哟，潘磊啊，没让老胡啊？我刚进院，看你进来，我跟过来的。啊，又给那谁开小灶了吧？没带我。我怎么合计，怎么觉得潘峰最近不对劲儿，就跟变了个人似的。你跟我说实话，他到底咋了？没事啊。没事儿，严冬，你信不信？你一撒谎，我就能看出来。我还有事儿呢啊，我先走啊。
露馅儿。啥事儿没露馅儿啊？小娟，我跟你说，你不当警察，你都糟践。哎，你别说啥呢，我就是觉得韩风对你不对劲儿。你跟我说实话，他到底咋了？你这一会儿来人了，多不好啊！每周五晚6:05，CCTV 7乡村法制剧场。不这么严重啊！当遭遇情变，当危险降临，咱俩朋友白做了，不做了，那就。一场意外之后，是什么让他悔恨终生？我现在出了事儿，他厂里边他管我都不管。乡村法制剧场正在播出。我要用法律的规定来保护自己。外，严冬，你知道，我就是担心他。我真欠你俩了，我。哎。哎，范范。哎。回来了。啊。医保卡用了。啊。没用。没用。用着用着，用完再还我啊！用完再还我。不用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潘峰，啊，我这有一个新鲜出炉的照片，你来看看呢。啥照片？特别好看，特别精彩。看这俩，一看就好上了啊！你说你那朋友严冬，是不是应给我点保密费呀？他俩在哪儿啊？水房啊，没看出来吗？不过现在在不在，我就不太清楚了。站住！你别追了！别跟着了。我求你放过我行不？你让我回宿舍吧。那你把潘峰叫出来，我当面跟他说。他出去没回来呢。他去哪儿了？怎么还不回厂里？哎，你自己打电话问他行不？哎，我有些事儿真不方便说。小娟，咋了？我总觉得潘峰有事瞒着我，他什么都不跟我说，有时候啊。我真觉得他性格没有你性格好。是吗？哎，那我在你眼里我都这么差了，你怎么没早告诉我呢？哎，走走走，哎，你俩说啊，不耽误你们，我走了。哎，你站住！哎，你走啥呀？有什么不好意思啊？怎么着，心虚了是吧？我心虚什么呀，潘凡，你什么情况啊你？没情况。行，我看出来了，是我耽误你们俩了，对不住，我走。潘峰，你说什么呢？你是不是还想吵架呀？行啊，我告诉你们俩，你们别以为你们俩做的事没有人知道。啊，好，我看我今儿走不了了，这不是说话的地儿啊，走。这怎么不是说话的地方？啊？你们坐着就不让人说，你在这把话说着，你干嘛？好，你干嘛呀你？别动，有什么不能在那边说的？我告诉你，严冬，你少跟我在那装好人。潘凤，你客气点，严冬哪儿对不起你了？哎，于小静，你怎么处处都向着严冬呢？我这才病了十几天呢，你就开始勾引别的男的了？你就这么缺男的吗你？潘凤。你说什么呢？不想好了就分手，分手！海凡，你闹哪出啊？啊！你生病的事儿，我一句话都没套给他。不是你现在跟谁呀、啊、你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知道，平时我是反应慢。我问你，是我跟于小静拿你当幌子，还是你们俩拿我当傻子当幌子？你把话给我说清楚啊！就说清楚。最开始你跟我说的，你说你要帮我照顾于小静，对不对？照顾来照顾去，你就照顾到自己怀里了。你严冬，你就是小偷，你知道吗？你偷我女朋友，我
我可以与小静。对呀，你想一想啊，你自己说你是不是小偷？你不光偷人，你还偷东西。你回忆回忆，我出事的那天晚上，你怎么跟厂长说的？你跟老乡出去玩去了，谁能给你证明啊？你拿着钥匙，你有钥匙吧？你回到车间里偷东西，你偷完了东西之后，你看我要追上你了，是吧？你演戏，觉得我跟于小静好，你就故意把我砸伤，然后你就一边照顾我，一边说你在照顾于小静，实际上你就想接近他，从我手里把他抢走。你再不说我揍你，信不信？你揍我，揍我！我告诉你，你们俩在水房都搂一块了，你别以为没有人看见，你别差点摔倒，扶他一下。我跟你说，谁看见我不怕？啊，咱俩这么长时间朋友，这点信任都没有？对，啊，咱俩朋友白做了，不做就不做。范总啊，人赃并获，就是严董，我给他抓住了，他就是小偷。你才小偷呢！你要偷的，别说了。小偷是谁？我心里有数。范总啊，小偷真是严董啊，上次也是他。那于小静跟他俩是一伙的，给他放风，他俩好上了。这样哈、啊，我有证据啊，我这有，我这有照片。对了，还有范芳也可以作证，我给他看过。你还说什么？原来你干的，不是，就是你。闹什么闹？小偷是谁？一会儿就知道了。会翻两头，对不起，哎，那请聊吧，啊，哎，好嘞，走了，哎，哎，好。孔宁的照片我看了，那真是个误会。我知道，哎呀，我这不是生病了吗？我这心里边就起急，当时他一给我看那照片，我就信了。我现在知道了，不是那种人。我跟你说，要不看你有病，我非一拳打你。啊，孔明啊，啊，范总已经报警了，派出所一会儿来人，这小子全招了，前两次也是他干的，现在啊，
范总那说好话。说真的，虽然小偷逮着了，可你看孔宁那样，就你这医药费，一时半会儿我估计指不上了。可你手术可不能再拖了。这样，我呀先给你凑点，不够呢，咱一块儿想办法。哎，我别说不用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才告诉我，这都这么长时间了还没出来，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？不会的，放心吧啊，现在医疗设备这么先进，肯定没事儿啊。大夫，手术怎么样？啊，手术特别成功，恢复起来应该很快。你听见了吧？没问题啊。哎，严总，我这做手术之前想了又想，我之前我是不懂政府规定，不懂保险，在这之后啊，我要用法律的规定来保护自己，给自己争取医药费。必须的，哥们支持你啊！哎，这下钱怎么过来了？谭芳，你说你啊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都不告诉我。我知道你是咋想的，今天我给你表个态，不管以后你身体会不会落下病根儿，我都不在乎。守候朋友的关怀，深深地温暖着潘峰。最终，潘峰选择了拿起法律的武器，向范兴达讨个说法。那么，案例中涉及到哪些法律问题？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分析。本案中，保安孔明监守自盗，偷窃工厂的设备，根据刑法第264条的规定，构成盗窃罪。潘峰作为工厂员工，为保护生产设备，在追小偷的过程中受伤，属于工伤保险范围。一方面，孔明的监守自盗说明工厂在管理上存在疏漏，所以潘峰抓小偷的行为不能说与单位没有关系。另一方面，潘峰抓小偷虽然不在工作职责范围内，也超出了工作时间，但其行为是出于维护集体利益的需要。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，从事抢险、救灾、救人等维护国家、社会和公众利益的活动的，也应认定为工伤。本案中的工厂老板范兴达逃避法定义务，没有给员工上保险，其行为违反劳动合同法和社会保障法的相关规定。根据法律规定，工伤保险属强制保险，如果企业没有给职工上工伤保险，应该由企业承担法律责任。本案中，企业负责人范兴达为了一己利益，不顾职工权益，不仅给自己带来了经济损失，也伤害了员工对企业的信任，得不偿失。该案中，工厂规定员工之间不准谈恋爱的规章制度，也是违背法律精神的。我国婚姻法与民法同则都规定，公民享有婚姻自主权，禁止买卖、包办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。用人单位禁止员工之间谈恋爱、结婚，违反了国家强制性规定，因此该规章制度是无效的，不能以此理由来解除与员工的劳动合同。现代法治社会中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独立的契约关系，并不是强制与依附的关系。企业负责人不应以侥幸心而逃避法律，劳动者也不要因为忌惮心而放弃维权。利用法律武器正当有效地维护自身利益，永远都是当代劳动者的明智之选。在范兴达的劝说下，潘峰放弃了保险，也没有冒充他人的身份报销医药费。但是潘峰放弃保险的行为其实是放弃了非常重要的人身保障。
在这儿呢，我想对作为劳动者的农民工朋友说，在入职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注意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，不要因为眼前的一时利益而放弃法律赋予的权利，给自己的未来埋下隐患，甚至有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伤害。同时，我也想对用人单位说，我们应该不断地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，积极主动地去保障员工的利益，这样才能更好地留住劳动者，保障企业的生产活力。五一呢是劳动者的节日，我们希望每一位劳动者都能安全生产，平安工作，快乐生活。好，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您想了解节目更多的内容，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、农事网官方微博、微信、移动客户端以及央视网查询浏览。解读法律，解剖人生，我是王星，下期节目再见。五月八号晚6:05，乡村法制剧场。种出好米，却好种不好销。我就问你，我们这粮食什么时候能变成钱？打开销路，拓展市场。我一定把粮食卖出去。都怪我呀！一群土生土长的农民，怎样与奸商斗法？你要是跟他们手里人做生意，赔死你！我告诉你。敬请关注五月八号晚6:05，乡村法制剧场。您放心，再过两天他们肯定也顶不住。米过年关。你要是跟他们村的人做生意，赔死你！我告诉你。敬请关注五月八号晚6:05，乡村法制剧场。您放心，再过两天他们肯定也顶不住。米过年关。